各位朋友，各位菩萨，大家早安，阿弥陀佛。守斋夜多念佛，我们来看四十二章经，要准备出门了。还是三日不读书，我是三日不读经，便觉缘无。或言观天地，念本常光世间，念本常光明觉，即菩提。没有问题。如是知是，得道即已。如是去知，如是去是，得道即已。是第十九章。名为心事，观浅虚存实。名为心事，观浅虚存实也。天覆地在，凡情即为常住实有。即为就以为啦，算计嘛，就认为是常住实有。今观天，则寒暑带泄。力则灵骨必迁，继而生灭非常。继而是既然嘛。既然生灭非常，岂是心外实法？所以心外实有一法没有。事观一生之中，是为牵牛。哦，生生世世被牵牛，界为方位，这是世界的意思。哦，你可以说世是时间，界为空间嘛。是故念念不停。借以护对无定，对啊，那边是西方，你看现在是地球，知道是地球更不用说了。借以护对无定，于中其有实我实法，此则浅遍计之本虚。那佛法专门术语，遍计的。便就一切计较、计量、以为的、自以为是，所以要为什么阿罗汉也不可信如意嘛？也是在四十二章里面。啊，次观现前一念，灵觉之性，即离我法二执，变成四智菩提。我们这一念灵觉，只要离开了我自己的。执着和对外界、外境一切客观，以为是客观实存的执着，便会成就啊，达到达成四智菩提，大圆镜智佛四智嘛。此则存一元之实性，此则存一元之实性。浅虚则无增益，存实浅虚则无增益谤。好奇怪，则无增益谤，存实则无损减谤。谤多谤法是这个谤吗？这个谤是什么谤？谤者非实，这里我觉得欧益大师有点太爱做文章。
走真理吧。嗯，无所谓，你会这样说就一定是这样以为，非有，哎，时间蛮快，非有非数，气中道，为什么要用数字啊？非有非数，应该是非有非无啦，数气中道，我说奇怪，那他在解那个数气中道得道机嘛，非有非无、哦、没有增不增不减不垢不净、时间我们继续，当念身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我者，虽然有名，可是没有实我实体。我即，它只是一个相的虚幻之相的名称啊。因为就好像我们看到彩虹，彩虹没有东西嘛，它只是光和水汽的折射，可是有这个彩虹啊。因为光和水气的阴和阳合合，所以我们就名之为虹。那像做梦一样，更是虚有一样，可它会有名，它没有实啊。我既都无，哇，变半醒了，好像。哎，早上蚊子不在，一定没关系。早上的供养你，不要繁殖就好。我既都无，其如幻。对啊，其如幻。是第二十章，世人以四大观身而入如幻法门，身中间者名地，论者名水，身中间者名地，论者名水，暖者名火，动则明风，密我了不可得，能成所成，体皆如幻。能成就这个我的，所成就的这个我的。能所不二，皆非实有。能成所成，体皆如幻。体就是实体了，能观所观，能够看的和能够被看，亦复如幻。于一切欲，于一幻欲，便可通达空，通达空假中。五之四大观身，十四教之啊，或者以四大来观身，对不对？用四大来观身就是四教，就是实在就是
是叫藏通平原的走书鸟，总户就总门户，大门嘛，总户及大门。火眼，正门，没有，啊，只能这样了。我不要自己太赶，人随情欲，求于声名，声名显著，生理不能。贪嗜长名而不学道。枉功劳行，譬如烧香，虽人闻其香，人闻香，香之尽矣，为生之火，何在其后？譬如香啊，虽人闻香，香之气也生出。烧香的人最后会很伤，可是香烧尽了，可能就会引发火灾。闻香当然是闭眼。佛说此说闻香，则此但说闻香，则闭眼不闻此闻香，此用修意识。舌身相的触法，因为鼻舌生意，只用鼻跟嗅意识。字形结构换部首，换成口部就念嗅，这个字本来就念嗅和臭。原来就是上面那个，它的字根就上面的字跟鼻一样，很多自己的字原来就是一个鼻头。你看我们的鼻头是不是像字，上面尖尖的，下面宽宽的，尖尖的就是那一撇。是第21章，是下一次再来了，九点了，早一点去啊、哦。我看我们还要再读一遍，对不对？这个有一个去掉正文，去掉那个保留正文。哦，当年怎么会这样？真的，我记得，哎，不是这一段。下一季，下一集。48。奇怪，我的西佳佳怎么取消丁选呢？哦，变成搜寻 IP 的，难怪，没事儿。哎呦，这四个丁啊，这正好了，你看契合上哈，这是我每一天的功课。
来吧。欢天点点杯子。天天念非常观世界念佛，光明觉寂菩提，如是此时得到解脱。这是即是念处。哎呀，人生无妨，方法这个我们自己补就可以了。此第十九章为名为心思观，浅虚存实。善用我们的心去观察一切，就可以看到真理。天父地在，佛也是这样修成的嘛。凡情即为常住实有，要断成这样啊。凡情即以为常住实有。静观天则寒暑代谢，地则灵骨灵地迁，继而生灭非常，也其是心脉十法。此观一生之中，是为清流，皆为方也。是故念念不停，皆亦无对无定，于中其有实我实法，此则浅辩寂之本处也。浅辩寂之本虚也。此观现前一念灵觉之性，即离我法而至，变成世智菩提，此则存一元之实性。我的存一元之实性，浅虚则无增益谤。读成这样，无增益的谤，存实则无减损减谤。没有增益，没有损减。谤言之非实，言之非实，则人之非真。故有所谓的即所以为，实际心念不增不减不垢不净，非有非无，处其中道。佛言当念四大，是身中四大各自有名，都我者。如虹为水，其余光明应有何神而有其名也？梦亦然，然其实之本性，无其实之本，而有取相真。我即都无其如幻也。我即都无，就是我既然都没有了。现在白话也是这个问法。或者说，既然我都没有了，强调所以把我拉到前面去。此第二十章，世人以四大观身而入如幻法门也，能够进入，这是入身中坚者明地，润者明水，暖者明火，冻者明风，你我了不可得，能成所成。体皆如幻，能观所观亦复如幻，于幻语便可通达。用于幻的比喻，如梦亦如电嘛，应作如日观。幻就是《金刚经》的六如嘛之一。
换一边可通道。欲救如也。空家中立，故知四大观身是四教。就以他省略的以啦啊，四大观身用四大来刚才，水火表示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没有它的实性。好，换衣服要出门了，阿弥陀佛，少造业，多念佛。也已经好了嘛，救急的呀，大家道业精进哦，阿弥陀佛，少造业，多念佛。